无级别不是说来就来吗？五开小伙一天出2件无级别，六九妹妹想升级找老王鉴定继续炸出无级别。我觉得出无级别对五开的心理特别的不好，他会显得自己的努力特别的白费，一下就赚出了1年的钱。他跟人谈判啊，这个衣服摆多少钱，然后他还价个1100。 然后老板说不买啊，1000我自己鉴定去吧，祝我出个好东西，去吧，老板加油啊！接下来因为差50块钱没有谈妥价格，然后去买个衣服，出了个无级别，玩的。有点像偶像剧小说是吧？你刚被你丑陋的女朋友甩掉了啊，又有一个女明星要倒贴你，这个剧情好，我没有见过这个剧情啊。还有跟买家的交易记录、谈判记录啊，5开缺衣服自己鉴定几个衣服吧啊，听说鉴定100是女一不亏，这下好了，出了个无级别加力的啊，是4孔，但是他加力啊，而且能熔炼。 烦死了啊！谁练5开不是因为穷，那可不是。有的人5开是不喜欢跟别人一起玩，不想有队友。要是真的因为穷去玩5开的话，玩完5开可能会更穷，因为5开很多人不赚钱，搭配不合理不赚钱，大改被削弱不赚钱，效率不高，时间不够都不赚钱。有道理。这个衣服多少钱，兄弟们？双加54，防御199，鉴定无级别衣服是为了要一个体面双加的衣服，这回给你来了一个双加54的防御还报11。 尤其是敏捷28啊，力耐、宁志24、敏捷36、228防御报29、敏捷加36，应该是129级固伤5开的天花板的2件衣服，一个36敏，一个28敏，再加26体，3亿资源还没鉴定完，应该已经快回本了。 第15双20体，23敏，3件加敏的啊，3件加敏的。我再给兄弟们捋顺一下剧本，老板因为要买个衣服，差了100块钱没谈下来，自己鉴定，鉴定了一个无级别，鉴定完无级别，他得打广告啊，打广告准备了3亿资源，又鉴定了个体敏双加54、敏捷36、敏捷23啊，还有10件没鉴定完，来了，老弟，牛了，牛了，牛了，啊，他没有成就。 特技愤怒，衣服26粒，衣服11体，衣服32模，副伪装，衣服白板。现在我这个脑子现在冒的一篇一篇全是线线，真的。我操！这个他妈的，我靠！这个老板钱花不完，人的命天注定啊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刚才那波25件要出就好了，他出无级别没成就，念叨着念叨着，真的出了个无级别。我跟他无级别之怨被终结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号绝对要严查，几率异常，因为100块钱价格没谈拢去鉴定衣服，自己鉴定了一个无级别的衣服，自己鉴定完一个无级别衣服又要找主播打广告，但3亿资源来的，3亿资源老板让我随便干，我鉴定了3亿资源，一个敏捷23的衣服，一个敏捷啊双加54的衣服，一个。 鉴定了3亿资源，一个敏捷23的衣服，一个敏捷啊双加54的衣服，一个敏捷36的衣服，一个无级别限制的衣服啊！这一波接一波的，真的是让人受不了啊！这个老板，这个老板，这个老板，这个老板他妈太狗拖了啊！光羡慕人家有什么用？我们要自己行动起来，要变得比他们更有钱。这是一个妹子1000块钱想追求一下109级的装备啊，任何的装备都可以。 好，我喜欢，我好了。妹妹，视频有点多。来山东玉溪东海崂山的晴雨妹妹给你们发福利了，所有正在看直播的、没看直播的，这是2020年11月21号重新开始回归梦幻，自己练号的一个妹妹。我跟你讲，买号贵的人。 他未必有从头练号的人啊，因为他10万块钱买号，他不玩得出，可能能卖9万5、9万8，甚至能卖10万0、5千。但是从头练的号一定是亏钱的。这个妹妹11月21号刚过完单身节啊，就回来玩梦幻来了啊。然后小姐姐从0级练到了69级，7修填满啊，然后强身强壮神速还没有练满。妹妹自己弄了3属性灵士，气血防御加格挡，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已经学会了玩梦幻，什么慈航、水清啊，有点像6特技啊，6特技。宝宝的话。 蓝红混合的须弥彻底高连啊，嘿，必来！这个妹妹花了应该得有个3-4万了啊，看样子最少自己练号自己打书啊，咱们先干军火，先把正事干了啊，再慢慢聊啊。
妹妹有故事也有酒啊，还喜欢玩梦幻西游，所在服务器为山东一区东海崂山。老板，鉴定109级装备要升级了，妹妹要升级了啊。妹妹，其实你不用这么想，我给你鉴定装备，100级的装备你可能69级也能带啊，不一定非得升级，装备也可以迁就你。至少鉴定80级时候出现了愤怒的特效，牛了，无级别衣服专用，100级的衣服专用点吗？啊，衣服的这种东西的吧，本身它也不会特别值钱，特技衣服一般3000-4000，不打宝石不打套装，属性贼好了，防御最高218，双加最高48，专用能突破极限，衣服转用点不点看你，因为你练号本来就亏的，实话实说，你从0级练到69包亏钱，69练到109就更亏钱啊，就看你自己啊，看你要不要，正常的为了赚钱呢，肯定是不点的啊。妹妹爱成就，出成就吧，出成就吧，出成就吧，起飞吧，牛拉无级别！我的天哪！妹妹，我跟你说了，不用升级，不用升级，她也能穿。来，先看一下帽子，第一个拉，第二个拉，第三个拉，第四个拉，第五个拉，第六个啊，176、21、169，体耐双加，牛拉无级别啊，61、222。哎。我都不好意思说，其实老板都已经准备好追加了。69级不照样带无级别腰带吗？继续挑战下一个部位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弹幕加加速，来，老板妹子升级盘丝武器专用点423，罗汉精青笑里藏刀光辉之甲加神佑就行，358、325国标、325神佑、325武器拉了5个。